我们今天去韩国吃石锅拌饭吧。没问题。 石锅拌饭又称石碗拌饭，是朝鲜半岛的三大名菜之一。把用水煮过的青菜、蘑菇、豆芽、胡萝卜、肉片放在米饭上，倒入韩式辣酱，最后放上一颗煎蛋，石锅拌饭就完成啦！哇，我现在更期待它的味道了，搅拌一下更美味哦！快让我们尝尝吧。 这个酱料拌起来真好吃啊！一口下去，好满足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物体玩具。